首先作为主教练啊，我是负主要责任，我自己哈、也向大家道歉，我们没打好，这一次确实是我们感到非常的意外，就说明我的工作还是没有做好，没有做到位，希望大家，但是。但是球迷一直不离不弃，所以非常感谢。谢谢郎导，谢谢郎导，谢谢郎导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